各位晚安，欢迎一起来 Focus 全球新闻。那么在这一天，这个星期五，相信呢，国际所有媒体都一致的在今天告诉我们，这是欧战整整一年了，还没有打完。在一年前的今天，俄罗斯就像美国情报预测的，在这一天开始大举入侵邻国乌克兰，改变了这个欧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也让全世界一整年，不管是在政治或是全球经济，都起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化。很多人原来以为开战不久，基辅就会落入俄军的统治，但是已经撑过了365天。在这一周年前，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决议案，要求俄罗斯撤军。当然，这决议案是没有法律约束力的。那么，世界各地呢，继续纷纷强力展现力挺乌克兰到底，在巴黎铁塔和欧盟的机构外，都打上了乌克兰国旗的黄蓝色。G7 七大工业国决定，今年呢会把对乌克兰的经济援助，那么重点呢就有390亿美金这么多。一年前的这一天，2月24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声令下，莫斯科大军挥军乌克兰首都基辅。撑过365天苦难血腥，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在周年演说强调，将会击败所有威胁。Чия життя забрала ця війна? Слава нашим героям! Слава Україні! 如今战事进入第二年，依然看不到尽头。开战的俄罗斯在国际社会也更显孤立。在乌战周年前夕，联合国大会23号以141-7压倒性通过决议案，要求俄罗斯撤军，停止战斗。Today's vote is just another evidence, as I said, that it's not only the West who supports Ukraine. The support is much broader, and it will only continue to be consolidated and to be solidified.白俄罗斯、北韩、叙利亚等六国加入俄国行列，投下反对票。中国等32国则弃权。输送武器不会带来和平，拱火浇油只会加剧各方矛盾，延长冲突只会让普通民众付出更大代价。不过世界各地纷纷展现力挺乌克兰，俄罗斯位于纽约的领事馆外，周四晚间挤满群众，挥舞乌克兰国旗，手持蜡烛，谴责莫斯科入侵。To get out of Ukraine, of course, and stop this criminal war, because this is madness, and nobody needs this. It shouldn't be happening.英国抗议人士则是用160公升的黄蓝色油漆，在伦敦俄国大使馆外马路漆上500平方公尺的巨大乌克兰国旗。巴黎铁塔也在日落后打上黄蓝色灯光。Dans cette guerre, il y a un agresseur et il y a un agressé. L'agresseur, c'est la Russie de Vladimir Poutine. Il faut nommer les choses, nous les nommons depuis le début.欧盟位于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和欧盟执委会等建筑同样亮起乌克兰国旗颜色。另外，有团体在欧盟机构外放置上千只泰迪熊，抗议俄罗斯涉嫌绑架至少6000名乌克兰孩童，呼吁欧盟和美国采取行动。Рік повномасштабної війни – це страшна дата, бо це рік нападу, агресії, вбивств. Але я впевнена.Скоро ми зможемо розділити з вами найцінніше – перемогу. Нашу спільну перемогу. 随着一周年脚步到来，俄军在乌东和乌南攻势也加大。北部地区俄罗斯边境至少25个城镇遭炮火袭击。根据乌克兰总参谋部，这一年俄军发动超过5000次飞弹袭击和3500次空袭。看看现在战斗最激烈的前线城镇巴赫姆特，无人机空拍显示，战争已把一个盐矿镇变成千疮百孔的鬼城。战前约8万的人口镜头下完全消失，不过他们还在，还有数千人躲在地下室和防御堡垒，试图存活下来。同一时间，俄罗斯首都上空释放璀璨烟火，纪念相当军人节的祖国保卫者日。普京也在莫斯科出席献花仪式。俄国国防部长不忘痛批西方集体利用乌克兰。Сегодня нам в очередной раз грозит серьезная опасность.Используя Украину, коллективный Запад стремится расчленить Россию, лишить ее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Эти попытки обречены на провал.
俄罗斯前总统麦维德夫周五誓言取得胜利，还说莫斯科准备好站到波兰边境反制威胁。这场欧洲自二战以来最惨烈冲突，伤亡难以估计，两军至少各10万人死伤。乌军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夺回部分失土，但现在俄罗斯仍控制约1/5乌克兰领土。We don't know when the war will end, but what we do know is that when the war ends, we need to ensure that history doesn't repeat itself. 美国总统拜登周五将与 G7 七大工业国领袖和泽伦斯基举行线上峰会，宣布新制裁，同时加码20亿美元安全援助。TVBS 新闻综合报道。